上来。我觉得好累哦。好，又来了。哦，你要挑战一次哦，你不要，不要帮他拍手。他是男生，哇，小猫，小猫，小猫。哎，不能在那里跳。太浅了吗？对，太浅了，而且那边有那个椅子。对对对。厉害了。好，你是怎么丢的？空中飞人吗？1、2、3。这边吗？好吧，跳过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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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干嘛？跳水了，然后没有的。好，再加油，再坚持。不要跳，每天跳的，你会撞到人。